知道 Invest Talk 有好多你哋鍾意嘅股评人，多谢你哋嘅支持，记得收睇节目之余要订阅喎，你哋嘅每一个订阅对我哋几个小编都好重要，俾 like 揿埋订阅同埋隔篱个钟仔，就唔会错过我哋尽力制作嘅片段，记得订阅啊。好啦，咁各位早晨啊，欢迎大家收睇咧，即系今日嘅港股开市通啦，嚟到星期五5月6日啦。不过咧，即系港股今日咧个表现都跟琴晚个美股咧跌得比较急。嗱，见到琴晚道指啊跌成千点啦，咁见到港股今朝早咧开翻嚟都要跌成500几点啊。不过幸好个跌幅咧就话冇进一步加剧，咁但系亦都冇收窄到啊。咁究竟个后市会系点咧？作为散户咧，见到而家个市场咧都好变幻莫测嘅，都唔知道究竟个情况系点。嗱，咁不如咁啦，我哋就时间唔好讲咁。不如我哋即刻揾我哋今日嘉賓出嚟先啦。咁啊，今日嘉賓有索索、紅磡索羅斯。Hello， 早晨，索索。Hello， 大家好啊。哇，索索。Hello， Jason， 你好啊。喂，早晨啊。喂，琴晚個美股有冇少嚇你一驚啊？可能我咁講唔係咁咩啦。即係其實尋日咧一開始我就直，即係我尋晚我自己即係講起個市嗰陣時咧，都一路喺度講緊話，喂，唔係好敢。唔係，即係點講？即係個市係跌好多，但係我個倉就唔算話好傷嘅，因為始終我有買一啲股份咧，好似今日陣間都可以講下啲港股啦。我係買只有我主要揸啲美股咧，我就揸揸只蘋果啦，揸只巴棍啦，揸 Facebook， 同埋揸三隻煙股嘅。咁就 PM、MOBTI 就一路，其實如果大家熟我嘅朋友都知道我係揸呢6隻美股，今年就加咗只 Google 啦。咁我主要都係揸呢7隻美股嘅啫。其中咧，琴日其實呢只咧跌緊，我諗道指跌緊800多点嗰陣時，其中2隻仲係升緊嘅，就 PM 同埋 MO 其實仲係升緊嘅。咁我傷就一定傷嘅，因為 Google 同 Facebook 都跌成4%几都傷。但其實我拉勻條數咧，即係因為巴棍都係跌，尋日都係一開始就跌1.5%，咁啊拉勻其實都。都唔算话真系太伤嘅，咁我自己觉得个市就因为始终个加息个问题，因为琴日咧10年期美国国债个孳息率咧升穿咗3厘嘅，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即系大家始终都系开始惊啊滞胀啊，而家呢一刻咧。個美國10年期國債咧，仲係升緊嘅，咁就而家去到接近3.1厘啦。咁我諗呢一樣嘢個對個市嘅影響最大，同埋之前真係可能啲利潤比較多啦，啲人而家有啲人可能喺呢啲位置做翻啲止蝕或者食股咧，止賺或者係食股咧，其實佢仲係有錢賺嘅。咁所以我諗加上而家俄羅斯嗰邊啊，即係波蘭有機會話加入嗰、那個俄烏嘅戰爭入邊啦，咁啊。俄羅斯又喺度話要演練個核彈咧，我諗呢一啲都比較係對個市嘅氣氛個影響都好大。同北京封城嗰邊咧，即係雖然而家有啲好消息傳啦，但係始終呢一刻仲係封緊城，同埋之前有啲數據啦，即係譬如啲全國啲工業嗰啲虧損率咧，譬如你見到咧都接近20%几企業嘅虧損啦，甚至乎深圳嗰邊有接近40%几嘅企業虧損，即係呢一啲數字全部都幾影響個市場氣氛嘅，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加劇了美股的跌勢咯。咁如果就照阿索索你咁樣講，其實琴日個跌市就即都某程度上都預計得到，因為你啱啱講嗰個市場嘅一啲嘅氛圍因素，其實係冇預計到跌咁多咯。我諗哦，喂，因為其實咧都真係有啲估佢唔到嘅，真係即嗱，你諗下阿鮑威爾講完嘢之後，個市場係即話嚟緊會加50点子啦，跟住個市場個氣氛係樂觀噶嘛，咁但係即隔咗一個夜晚，大家好似諗清諗楚嘅時候，就成個氣氛就由樂觀到悲觀，其實嗰個轉變都嚟得好快。因為鮑威爾咧，好似我哋話翻啦，點解尋日個即係尋日美股大跌啦？前日點解鮑威爾出完之後美股大升咧？因為鮑威爾有講咗兩句説話嘅，唔係即佢有兩個信息嘅。第一樣嘢佢講到明唔會加0.75嘅。咁但係尋晚啲人又開始覺得佢其實佢有機會加0.75喎。嗱，如果你話照翻嗰日，其實佢係講到明唔會加嘅，即係佢唔會考慮嘅。咁啊，佢都係以0.5為主嘅。咁啊，突然間你見得到咧，前日特別跌得犀利係2年期國債嘅孳息率啦，甚至乎我記得好似跌咗16滴定係14，即係0.14啦。咁就即係大家都。
之前話即係四次加息超過兩厘嘅 percentage 咧，即係根據利率期貨咧，其實之前有接近四成機會，即係去到尋日已經等於零噶啦。跟住之後咧，咁而家市場可能見翻啲通脹數據，大家諗諗下，好似你話齋啦，即係即刻又話，好似你唔加0.7唔得喎，即係而家0.7仲有一個 option 啦。咁另外一樣嘢咧，佢嗰日即係佢 FOMC 之後咧，佢有一樣嘢就係 MBS 即係。個縮表啊，咁大家預得950億噶啦，即係下個月做啦。點知下個月就淨係做475億啦，其中300億國債，175億個MBS 啊。咁呢樣嘢對個預期係少咗嘅。咁少咗呢樣嘢，佢有研判咩呢？就係佢就話嚟緊幾個月之內先加到900億嘅。咁第一樣嘢個縮表會慢咗。呢一樣嘢其實2017年咧，大家係經歷過，因為2017年嗰陣時候曾經試過暫停加息，而暫停加息咧。佢就因為佢點解嗰陣時會暫停加息，佢就話縮表佢會加快，嗰陣時加到成500，即係80億加到500億啦。咁佢就嗰陣時有講咗句話，避免雙重縮表，唔係雙重係收緊。咁今次因為之前不嬲佢哋嘅預期，可能佢哋嘅 model 都係預0.25啦。咁而家0.5其實都係高過佢之前即係、就是、年頭嗰種預算啦。咁可能佢咁樣之下咧，950億佢就諗住 hold 翻個市場，即係可能循序漸進啦，即係先400多億慢慢去加到成，即係呢兩個信息俾個市場感覺係相對之下咧係夾派啲嘅。但係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都始終可能睇一睇個通脹，睇一睇俄烏嘅問題，睇一睇市場氣氛，咁同埋好多人都即係可以升咗上去食股，咁所以造成咗美股咁樣。係啊，嗱，我哋望到即係咧，啱啱阿索索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咧，即係你有你講，市場有市場嗰個嘅自己個睇法，你就話自己未來嗰兩次即係50點至加各加50點之係一個即係擺落嘅 list 嘅考慮啊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即曾經市場都有一刻係信嘅，即係就係、是。講完之後咧，嗰、那個我哋用嗰個利率期貨市場去睇咧，有一刻咧，我哋即如果我哋望翻咧，本身股個利率期貨預期下個月加50點之嗰、那個嗰、那個比率係曾經升過，但係去到琴晚咧，又係 個市場話俾你聽逆轉咯，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喂。六月份都係要加75點之，我哋而家如果去睇而家個利率市場期貨咧，其實係有超過90% 咧，係覺得下一次嘅議息係會加呢一個75點之，反而去到七月份咧，暫時即係比較大嘅比率啦，就大約90%咧係覺得係會喺七月加50點之，咁但係其實即係個市場反應係最真實咯。咁但係嗱，我想問埋索索，即係嗱，而一個即只不過都係經歷咗兩日啦，但係一日就升900多，一日個道指係跌成1000點。但係你覺得往後其實我哋反而要擔心嘅就係係咪咧個股市嘅幅度或者個波動性係越嚟越大咧？我諗一定係㗎啦，你嗱。有啲乜嘢我哋可以有陣時我哋話可以睇啲客觀嘅數據啦，你就係睇個美國個 VIX 啊升上30噶啦，咁啊就嗱呢一啲係幾明顯係一啲即係 imply 咗個市場嘅波動，即係個波動上升啦。咁我覺得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今年而家嘅波動係大嘅，所以有陣時大家係有啲位係要小心啲嘅，即係特別你譬如你好重倉科網股嘅，我覺得可能如果你淨係繼續睇好個市咧，我覺得平衡啲嘅組合，我覺得係今年咧係適合啲嘅，即係等於我自己咁樣，好似我尋日咁啦。如果我成手都係科網股，其實我尋日應該係好傷嘅，因為你一下子可能成個倉揸美股倉係跌4% 咧，呢一啲係啲幾致命性打擊嘅。即係你起碼你有啲倉嗱，臨收市嗰陣時佢哋我啲煙股啦都有跌嘅，不跌0.幾，咁你拉勻條數咧，你可能即係你跌咁差嘅情況，你可能跌。即係 total 拉埋跌2% 咁樣，你成個倉，咁你今日翻嚟港股仲有啲有升嘅，咁我覺得拉翻穩咧，我覺得會好啲咯。即係如果你唔係諗住你個組合唔夠平均咧，我覺得呢一排你要減啲貨。好啊，嗱，咁我哋依家就再詳細問啦，索索究竟我哋如何去平衡組合啦？因為咧，即又唔係話一味淨係揀科網股嘅，咁但係索索其實有都會睇好一啲科網股噶嘛。喺香港港股裏邊，即係有幾隻我記得你都係睇好，咁樣就再問翻你最新嗰個睇法啦。咁但係唯一可以肯定就係咧，阿索索提過啦，今年嗰個嘅波動性或者個波幅係相當之大。咁你諗下美股，喂，即係單日個波幅成1000點上落，即係哇，即係嚇你一驚。如果瞓咗覺咧，啲人揸住貨都唔知點算好。嗱，咁啊，但係我哋望翻港股啦，咁啊，幸好就見到港股嗰個跌幅就冇話進一步擴大啦。見到恆生指數咧，而家都係跌緊530點左右，喺20260點呢個水平。咁但係我哋望到咧，翻翻嚟咧，今日嗰啲嘅科技股咧，普遍都係要向下嘅。嗱，騰訊同美團都係跌緊超過3%啦，阿里巴巴跌超過4%，咁恆生中國企業咧都係跌緊。
緊超過 2%， 四環醫藥今日應該有大手上板啊。咁佢而家個股價咧，就跌緊10%過外嘅。咁至於京東就跌緊接近4%啦，友邦跌超過2%，比亞迪跌超過2%，盈富基金都係跌超過2%，招行咧亦都係跌超過3%嘅。咁基本上我哋望到頭16隻嚟講咧，全部都係一片向下。咁唯獨是有隻中海油咧，就叫逆市靠穩啦，而家報喺11.06。嗱咁我哋啱啱就分享咗即係美股個波動性大啦，翻翻嚟港股咧，其實即係始終我諗佢係咪擺脱唔到一個問題，就係佢始終跟美股都係跟跌唔跟升嘅狀態。即係如果我哋純粹從個港股或者美股去睇咧，港股索索係咪都係偏向比較弱咧？其實港股咧，我會覺得可能因為可能我自己個組合入邊咧，其實我不嬲大家都知道我買嗰啲股，可能今年都比較偏向啲國企啊，或者啲能源股啊。其實我覺得港股係跑贏美股。Even 我港股今年我仲有兩位數的回報，我覺得港股是好似我覺得係唔差嘅，其實因為可能就即係譬如阿里巴巴咁樣啦，我之前82蚊都大家都知道我都清咗倉啦，跟住之後就我就轉咗入只美團嘅。咁美團好似我星期二翻到嚟，其實我有食部分股啦，其實都短線都有成20%嘅，即係講緊係正股喎，唔係衍生工具，20%幾回報喎。咁就依家去到呢一刻嘅美團咧，其實我而家個平均價都講147，其實都仲有回報嘅。咁就我覺得都暫時都仲係 OK 嘅，甚至乎譬如我成日都大家知道我啦，其實成日都同大家今年即係由上年年尾一路都講一隻就最我自己都幾重心同埋幾中意嗰只中海油，今日。仲係成日都講笑叫螢火蟲喎，其實升緊喎。所以你問我點樣睇港股嘅事，其實我個人唔係覺得咁差嘅，因為可能我要會睇翻我自己嘅倉位去對比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今年把住中字頭嘅股票啦，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成日講中國神話啊，跟住仲有紫金啊、中國中鐵啊呢一啲中字頭嘅股票，甚至乎你年初嗰陣時候我都成日都有講買啲銀行股啊、電信股啊，其實個走勢係。都幾強勁，你 even 地產你買到隻中海外咧，我覺得都唔錯。但反而民營企業咧，咁啊真係差嘅。即如果你話我嘅重倉係真係科網股嘅，我覺得今年真係都表現得幾慘下，即係幾難捱咯。我覺得係。因為我覺得你啱啱提到一個 point 喎，中字頭，即凡係有中字行頭咧，即包括可能你啱啱所講咩中國中鐵啊、中國海洋石油啊、中國神華呢啲，即都係你覺得係可以嘅心水，但其實嚟緊打後嘅呢一個今年餘下嘅時間，其實呢個中字策略咧，你仲 buy 唔 buy？ 我諗唔好淨係用中字策略。今年其實我覺得港股成個策略咧，你只要揾到一啲股份，第一樣嘢業績係明確嘅，即係條數係好清晰、好清晰嘅股份咧，其實我覺得今年已經係 OK 嘅啦。個市場第二樣嘢就係要求咧，個成個財務會要清晰，即係盈利預期係好嘅，跟住或者係即係你好透明，即係好易計到數嘅。咁第二樣嘢就係高息，我覺得呢兩樣嘢揾得到咧，其實你今年嘅回報喺港股應該幾好啊！即係等於好似你話883咁嗱，第一樣嘢佢油價升緊啦，第二樣嘢佢嘅業績之前都即係第一季業績又出埋盈起，佢又肯派特別息，以個息率嚟計，佢派咗14厘息，14厘息嘅話，你唔好淨係話香港，你全球嚟講，你過1000億。以上估值的股票啦，即係兩三千億以上啦，即係唔係講緊細價股啦，即係叫做一啲起碼叫做中型啦，即係未去到咩價嗰啲都起碼叫中型啦。因為中海油都差唔多成7000億嘅市值嘅，呢一啲股份咧，你拍14厘，其實全球都冇啊，基本上都係差唔多最14厘息嘅股票，甚至乎今年仲有機會加派息嘅呢一啲，你話你走去估，即係我覺得幾抗跌嘅。所以我覺得要睇住個同埋睇住個息率咯，即係好似神話咁樣，你見得到咧，佢肯派10幾厘息，中石化嗰啲咧，你就算 even 佢下游業務受損咧，但佢講係派10幾厘息，即係呢啲位其實你好難估落去。好咁啊，所以即又唔係話個即中字策略係得嘅，不過中字裏邊都要再揀咁解啫。係啦，揀啲高息嘅，一定要肯派高息，同埋佢嘅即係佢個盈利模式要簡單。即今年唔可以揀啲太過複雜或者太過講夢想，最好即係譬如中鐵咁樣，點解會升得多呢？譬如隻390，咁我之前一路都講啦，咁你隻390第一樣嘢，佢個 PE 嗱，佢得個3倍，即係嗰陣時未升，而家升咗都係得4倍左右啦。呢一啲股份中長線嚟講咧，我個人覺得係垃圾股嚟嘅，冇價值嘅。第二一啲短線嚟講咧，
短線，因為你基本上去做啲嘢都係叫做慈善工作啦，即係可能去啲海，即係好似中交建嗰啲去啲非洲國家，你援助啊、起嘢咁嗰啲，你賺得幾多錢啊？甚至乎你仲有壞賬風險添。咁啊，或者有啲去啲中亞地區做嗰啲基建，其實呢一啲係真係冇錢賺嘅。但係你一啲短線嚟講咧，市場資金冇地方揾嗰陣時咧，你三四倍 PE 咧，其實佢有權炒到六七倍 PE。第二樣嘢你見得到咧，我點解今即係之前係咁睇好只中鐵啦？你今年你諗下，你中國今年就個 GDP 個目標係 5.5 啦，去到呢一刻其實大家佢冇降低個目標嘅。咁嗰陣時都分享過數據啦。你除咗1989年、1998年，同埋我記得好似2015年啦，仲有一年好似就2011幾年，我唔記得咗啦。改革開放差唔多40年之間咧，淨係得4年嘅時間咧做唔到嘅。同埋咧，佢哋同個 GDP 嘅差額咧，即係個目標差額其實爭個0.1嘅啫，即係唔係話我今年目標 5.5， 我出到嚟得4。或者出到嚟得二嗰一種嘅，佢可能出到嚟係5.3、5.4。咁如果你而家喺上海封城之下咧，即係成個經濟咁差嘅環境啦，即係我哋大家讀 econ 一定要知啊 ，GDP 係咩啫 ？C 加 I 加 G 加 X 加 M 啊嘛，即係 C 係咩咧？consumption 啦。咁你譬如你今年嚟講咧，你成個統計局全部有數據嘅，第一季咧你見到居民個儲蓄率係上升嘅，而even 啲企業嘅儲蓄率咧都係上升嘅，咁企業儲蓄率上升，咁即係證明你個消費一定係下降嘅。咁呢一樣嘢，同埋你谷消費咧，你見國家成日都推好多政策出嚟想谷消費咧，譬如汽車下乡啊，或者係嗰啲消費券嘅補貼啊，但係個消費個問題係雙向。你都要求消費個人有錢先得㗎，即係好似等於政府而家咪送香港政府咪送10,000蚊嘅，咁我都要之後有錢，我冇理由10,000蚊我去買隻撈㗎，咁我都即係我或者去買部車㗎，咁我都要有消費個能力喺度。咁其實好簡單，我覺得你將心比心比己咧，你去睇啦。如果你係一啲居民，你睇得到，喂嚟緊嘅經濟咧都麻麻地啦，咁又。工作前景都未必係明確嘅，咁呢個時候我大手消費，我覺得唔實際。當然有人可以，但一般嘅民眾嚟講，其實大手消費真係唔實際，或者消費疲弱啦。咁即係其中一樣嘢差啦。咁第二樣嘢 investment 啦。如果你話投資嚟講，其實你見到人即係美金強咧，人仔甚至乎有啲傾向貶值啦。你見到資金外流嘅情況其實都幾大。咁同埋你話呢個時候去投一支好大嘅項目。喂，你嗰啲物流鏈啊，而家仲斷緊，供應鏈其實嗰啲中用差緊，這個時候會唔會有人大手去做一啲投資？我覺得係難嘅，即係以文明嚟講係難嘅。咁你淨係得翻一個基建啦。咁啊，你見到主席開咗政治局會議之後咧，其實都喺度講啦，谷啲基建啊，所以我覺得基建呢樣嘢咧，係中國政府係唯一去控制，因為你投資又好啦，全部都雙向嘅。even 你話做進出口啦，即係 C 加 加 G 加 X 加 M 咩 ？X 加 M 嗰樣嘢，你進出口嚟講咧，你都要買你個國家或者同你貿易個國家咧，佢對你呢樣有需求，或者係佢哋嗰邊經濟好啦，呢啲全部都係有外在因素好多影響嘅。但唯一一樣嘢唔影響嗰樣嘢就係個基建啊，即係個 government 個 expenditure 啦，即係咁你如果你話我要起橋嘅，冇人阻到你噶。即就算呢度你有條橋，我話我唔中意，我覺得一條橋過去唔得，我要10條橋，唔可以排隊嘅，10部車一齊行過去，咁都得噶。咁如果所以嘅話，我覺得喺呢樣嘢係基建嘅情況之下咧，咁譬如你話我譬如買翻啲譬如中鐵啊、中交建啊，或者甚至乎3323啊、中國建材呢一啲，我覺得係幾合理咯。嗱咁反而我係想問多少少咧，即係呢個我哋或者叫基建三寶啦，即係中國中鐵186中交1186啊，甚至即係1800啦。嗱，你啱啱提到中國中鐵，即係可能你有機會嗰個市盈率係3-4倍，可能炒到5-6倍。咁我哋見到而家嗰個 P/E 大概係4倍幾左右啦。咁近期咧，其實個中鐵嘅股價咧都有翻一啲嘅回落。咁如果我哋趁一啲嘅回落，真係未有入市嘅朋友仔，其實再博上去其實都 OK 嘅喎，係嘛？再博上去，我諗而家咁樣情況之下，我覺得難啲嘅，因為我哋之前即係可能我之前可能我哋一個月先嚟一個呢個節目啦。咁其實之後其實我哋講嗰時都4.5啊，或者4.幾嗰時都成日都講噶啦。咁短線你其實升幅咁多咧，我覺得因為我都初頭都講啦，呢一啲股只不過係一啲短線市場，可能就覺得個市唔穩定，拍錢落去啊或者咩，但中長線其實冇乜投資價值嘅呢一啲股份，所以我覺得呢啲股唔可以高追嘅，呢啲股只可以低賣，我覺得等咯。如果有機會去翻4.幾嗰時再睇咯，但如果你話5.5去高追嘅，我覺得遲咗咯，可能。咁但係如果例如中鐵建1186或者1800中交建咁咧，即係佢個勢冇3.90咁好啊嘛，咁呢兩隻會唔會
可以反而考慮一下。我覺得呢一啲股份咧，佢唔同一啲增長股嘅，佢呢一啲本身係一啲即係叫做價值股啦，或者係一啲叫做低殘股你去博嘅。你博得低殘股咧，一定要博龍頭嘅。你好明見到390今次係一個龍頭嚟。我覺得呢啲冇得追落後嘅，呢啲唔係一種成個板塊會即係、就是、急劇會即係、就是、龍頭升完去到龍尾嘅，即係嗰啲可能套到二三線啊嗰啲，或者揾第二隻去升啦。我覺得呢一啲係有風險喺度，俾我都係正代個龍頭390。嗯，好。咁但係就個策略上都係等回調，即係等佢回調翻四個，即係5蚊留下啦，至少5蚊留下先去諗啦、嗯。好啦，咁呢個就係基建三寶啦，即係。揀龍頭其實索索就提過，即係3690係你而家嗰個嘅比較深水嘅一隻科技股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跟開呢個升級論證嘅話咧，其實都知道索索都有曾經係推介過只美團嘅。點解？其實有啲咩因素係你特別睇好只美團咧？其實今日嚟講，其實都回翻咗超過3%，去翻160蚊樓下嘅水平。其實呢啲位吸唔吸引咧？你講緊只883係咪？美團3690。美團我啱啱睇緊咧，我覺得只美團咧，因為我自己就你話科技股入邊咧，其實我自己就最睇好都係只美團啦。但係始終個問題就係只美團咧，佢係一個屬於一個進攻型嘅股票嘅，即係我成日都話你啲股票你要分係一啲，譬如一啲防守型啊，或者係一啲進攻型嘅。嗱，進攻型嘅股票要個咩咧？個市係 OK 嘅。咁、okay. 你先至揀一啲係進攻型嘅，即係個市 OK， 你想進攻嗰陣時候，你揀啲進攻入邊你稍微靚仔嘅。咁我哋就會一定揀科網股啦，科網股相對進攻噶嘛。咁進攻嘅話，你話揀科網股入邊，我覺得最靚仔嗰就係美團，因為佢仲係有一個增長性嘅，即係仲係有增長嘅。而反而你譬如騰訊、阿里已經係一啲位以平為買，即係 selling point 啊，即係估值平啦。咁估值平好多嘢，估值平啫。譬如你中移動都估值平啦，咁人哋仲有 yield 添。咁你買得科網股，我冇得風險，我梗係想你有一個增長啦。咁我覺得，但係而家呢個市場氣氛咧，我覺得係咁嘅氣氛之下，你都幾明顯係守唔係攻啦。我覺得等個市場氣氛轉翻好咧。咁到時隻美團，我覺得係 O K 嘅。但而家我覺得可以等一等嘅。你希望係150蚊樓下有冇機會吸買翻隻美團？因為美團咧，第一樣嘢，我覺得係點解？我覺得佢係仲係一個有增長低。因為呢一樣嘢咧，好似尋日咁啦。其實我之前我有講嘅，如果你話你參考國際形勢嚟講咧，你睇俄羅斯嘅形勢啦。如果你話中國一個純正中國內循環啦，嘅股份咧，其實就係隻美團，因為美團係黐實咗中國人嘅衣食住行嘅，即係等於你有一啲生活圈子，你就可能有需要美團啦。你好似 even 你琴日見到啦，中國政府都有對一啲即係可能會第日會有機會俾美國制裁嘅話去做翻啲掩面啦。嗱，呢一樣係未必發生嘅，但係如果你話如果真係萬一發生咧，你真係靠自己嘅內循環啦，因為你見國家主席習近平佢都有講啦，以前就係、是。依家都見咗係雙軌循環，即係除咗係對繼續對外開放之外咧，其實佢哋幾注重一個嘢叫內循環，即係其實都係內需啦。我覺得美團係比較純正啲嘅，咁佢就三大業務啦，佢比較成熟嘅業務就係一個外賣啦。咁外賣嘅話，之前大家都覺得佢利潤率低嘅，其實上一季佢季績啦，其實你睇到佢利潤率由4.幾去到6.幾，呢樣嘢係幾驚喜喺個咁嘅 base 度。咁你無論佢嘅用戶人數啊、用戶嘅次數啊，嗰啲全部都係有增長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佢個酒店嗰方面咧，其實佢都保持到個利潤率啦。即係其實利潤率，即係呢一啲嘅數據咧，係咁艱難嘅環境之下睇得到啦。即係今季應該會差嘅，但係喺咁艱難嘅環境之下，見得到美團係一個護城河公司嚟嘅。咁大家唯一擔心嗰樣嘢就係個新業務。新業務即係社區團購。咁大家見到啦，之前官媒都話：喂，你冇為咗一棵白菜同嗰個市場與民爭利啦。但其實你見過今次上海封城之後咧，即係可能北京、廣州嗰啲有小區封或者第二啲地方嘅小區封城嗰個環境之下咧，其實你話社區團購對於社會有冇用咧？其實幾明顯嘅，同埋好多時咧，即係好似我同你而家傾偈啦，我哋用 Zoom 啦，都係因為疫情之後咧，俾個市場教育咗之後，大家中意用 Zoom 啦，即係同埋都用下習慣啦。咁如果你話而家你見到上海，大家睇新聞都知，上海居民嗰啲一起身朝頭早第一樣嘢就係做揾啲 apps 嚟搶菜啊嘛。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對一個社區團體一個教育嚟嘅。咁同埋而家你見官方方面咧，都成日都即係都幾鬆口啦，即係平台經濟呢啲其實都要支持一下，即係大家可能都意識到其實呢樣嘢對於社會嘅進步或者社會嘅方便其實有幫助。咁我覺得如果一旦去社區團購咧有改善嘅話，其實就美團幾有潛力嘅。
加上咧，當時社區團購好嗰陣時咧，其實好多競爭者嘅。你見到嗰陣時最大競爭者滴答車嗰、那個滴嗰個團購嗰個業務啦，其實你見佢係而家都已經退出咗。所以我覺得喺唔係個個人喺咁嘅環境去燒得起錢啦。咁美團之前有集資啦，其實佢手度有現金。我覺得喺咁嘅環境之下，你對衡量之下，我覺得美團仲係一個有增長嘅股份。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中概科技股入邊，我其實仲係睇好只美團。但係呢個就係屬於即係進攻型咯。學你話齋，即係市況好嘅時候先去考慮，但係就擺落個 watching list 度咯。但係咧，阿渣渣咧，佢都有跟進開你在星級女性的推介，他就說即上一次你曾經未推過隻美團 call 的應該是兩個禮拜前的了，那隻美團 call 應該是一個禮拜前、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如果那隻 call 的話1966、應該是那隻 call 的話，如果你因為我們禮拜四出的嘛，你們期待嘛、如果你禮拜四出的話，你禮拜五那一下升 15% 正股咁都好和氣喎！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好，即係淨係只輪啦。喺29號都好大支陽燭咁抽上。係啦，咁我覺得嗱，第一樣嘢，如果你問我而家再即係可能之前食咗糊或者係之前 miss 咗，而家再買翻咧，我會覺得就會第一等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咧，依家個市咧，嗱，依家我哋仲跌緊550點，咁而家個恆生指數仲喺22000點嘅關口嗰度，咁我而家係一個屬於一個防守，咁你防守得嚟咧，就算你要一個穩守突擊，你話我買少少美團嘅話都 OK 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想話呢個時候我想搏一搏偷步，我覺得都可以睇下，但係個問題係你而家係講緊 call，即係你用衍生工具咧，我覺得呢個時候用 call 量會太過進取，我都會第一等。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反而係用衍生工具，就係你點樣捕捉到個市底好嘅時候做進攻嘅時候，你就可以用嗰個 call 去搏咯，係咪應該咁去理解？係啊，我覺得係呢個時候，即係你等個市況只要稍微穩喘定啲啦。我諗美團係第一隻彈嘅啦。如果你話科網股入邊，咁同埋你見上個禮拜咧，其實我哋講嗰時兩毫，即係2.1啫嘛，一嚟就3.6嘅喎，即係嗰個升幅係其實好大。有陣時我哋可以第一彈嘅。只輪嘅條款我覺得 OK 嘅，真係只11966，我覺得個條款 OK 嘅，但係就有陣時係要等一等，我覺得要等一等嘅。嗱咁啊，如果係咁咧，我哋順帶講埋你今個禮拜嗰只推介啦，咁就應該係琴日講嘅，就係只吉利。咁本身我好記得你就係講話，本身你其實都長期睇淡車股，咁但係你見到係吉利咧喺一啲技術層面上咧就有啲嘅突破。咁但係今日嚟講，佢始終都係要跟個市咧回調翻超過3%。呢度有冇啲咩新嘅 update 啊？喺吉利上面？我覺得隻吉利咧，點解嗱？不如我分享一下點解會睇嗰隻吉利啦。大家如果熟悉我嘅朋友都知道，我今年年頭咧已經話我自己個人咧，今年成年咧都唔會投資任何車股。咁點解我嗰陣時會咁講呢？第一樣嘢，我嗰陣時未有俄烏戰爭嘅，咁我淨係覺得即係我未知而家車企最大問題係原材料價格上升啦，或者產業鏈係斷啦，因為上海封城嗰啲都唔知嘅。但因為頭嗰陣時我點解覺得會難呢？因為你都知啦，每個行業咧一開始一個藍海階段咧，即係好似我哋玩好似打遊戲機，有冇玩過三國字啊？即係譬如三國嗰啲三國志啊嗰啲，一開始你可能係嗰啲即係189年啊，或者係嗰啲即係董卓嗰陣時時代啦，群雄割係啦，公元譬如189年啦，即係嗰陣時就群雄割據嘅。你見到好多人咧覺得個市場即係好似成個中國咁，大家都想霸噶嘛。嗰陣時有十幾個，但經過咗一段嘅競爭之後咧，你會見到留翻咧可能得留關即係可能得魏蜀吳咁樣啦。即係而家咧，你初頭你個市場好大，人人都可以入去嘅。咁人人一入去咧，大家都霸。咁而家你見得到電動車基本上已經係霸曬個市場，即係邊個佔幾多？譬如 Tesla 佔幾多？好明顯係領頭嘅。即係譬如外國全世界嚟講 Tesla 啦，咁譬如中國嚟講就比亞迪啦。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比拼嘅好似係比亞迪老細啦。嗰陣時就引用比亞迪老細講嘅説話：上半場係電動車，下半場係智能車。即係大家已經比拼係內功嘅時代啦。咁即係有機會係進行一個群雄混戰啦，同埋價格戰嘅時代啦。或者大家係比緊嗰啲即係鬥拼緊啲 service 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板塊，我嗰陣時就話唔係話唔投資得，但係我個人覺得咧，我會揀到一啲更加簡單嘅板塊。這個板塊係變咗係困難嘅，你要對行業有一個極深嘅了解，咁所以我覺得我一個散户嘅層面嚟講，我覺得難嘅。嗰陣時我又講，一係除非你買 ETF 咧，一次過買曬啦，咁一係咧
我覺得就好似我咁，就暫時唔投資，因為你始終你係呢全部有數據嘅。美國嗰陣時成日都講用十九世紀嗰個用啦。當你喺馬車個時代轉去電車，即係轉去燃油車、內燃機個汽車個時代咧，美國係二千幾間車企，臨尾得翻三間，即係等於你見到好多啲投資者咧都有問一啲好。啲問題就是、喂，五年之後，如果全世界得翻十間車企，你覺得有邊幾間喺度咧？中國有幾多間咧？所以我覺得係困難嘅。咁而家更加引證到啦，而家你見得到都後尾發生咗原材料價格上升啦。咁呢樣嘢對車企嘅成本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封城個產業鏈嘅問題啦。咁但係點解我去到呢一刻咧，我反而會短線好短線睇好只吉利咧？就係、是、你會發覺咧，自從三月之後咧，佢之前由上年開始咧。任何時間基本上都是跌的，咁佢自從上年三即係今年三月開始咧，你見到只吉利咧，其實係走到一個咧係一個橫行嘅走勢嚟嘅。譬如我哋可以睇下幅圖啦，咁啊只吉利譬如175啦，佢係一個橫行走勢。嗱呢樣嘢咧，佢係橫行走勢嗰段期間咧，佢係不斷咁出啲壞消息嘅，即係譬如你話原材料價格上升啊，產業鏈斷啊，而只股價咧係明顯地咧唔跟跌嘅。嗱呢一啲對於一啲短線炒賣嚟講咧，係啲幾好嘅信息，同埋呢一啲咧指示位好近啊，因為佢有一個橫行區，你穿底部咪走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幾值得有一個短線嘅搏嘅。所以你見到呢一排其實佢靜雞雞連升咗六七日噶啦。嗯，即系低位都赚到成十几 percent 上嚟，其实都几难得噶。你睇而家咁嘅市况，咁啊系，即系佢起码叫做稳定少少咯，唔会话好似，即系我觉得佢嘅波动性就好似细翻咗啲嘅。咁如果系咁，我哋就嗱，如果重新就望住前底做一个指示位噶啦。其实我觉得可以大约喺十一个半嗰啲位做翻个指示，十一个半就搏佢上翻十四蚊嘅。嗯嗯嗯。係啦，如果就更加詳細嘅策略，可以留意翻即係阿索索喺琴日嗰條升級輪證嗰條片啦。嗱，咁如果講開呢個升級輪證咧，咁我哋今日咧都有另一位嘉賓咧就推介另一隻股份嘅，咁佢就咧就睇好中移動啊，就係阿唐牛啊。咁啊，唐牛咧佢今日咧就推介中移動呢個好倉部署啦，嘅原因就係佢見到咧，佢覺得即係。中移動有機會可能是一個追落後的情況，再加上其實中移動都靜了一排的了，也都曾經是跌穿過52元去到51元這些位置，再加上其實如果大家揀中移動的一定是息率做人的嘛，現在的息率差不多有去到8厘，有一個防守的力的嘅方向喺度存在，咁所以咧佢就睇好呢個中移動。嗱咁啊，詳細策略咧，其實佢個目標咧就係擺喺之前嘅浪頂咧，就大概係56蚊嘅一個位置嘅。咁如果更加詳細嘅策略咧，可以留意翻我哋今日升級論證咧，喺我哋 YouTube 裏邊咧就可以揾翻唐牛對於即係中移動佢自己嘅最新睇法啦。嗱咁啊，索索不如再問多少少啦，就我哋即係你話而家我哋喺嗰個組合方面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你啱啱提過進攻嘅話咧，你就可以揀。即係例如美團呢一啲科技股啦，咁嗱，而家個市底弱啊嘛，防守類股份你會擺邊一隻上嚟咧？我不嬲都係只883嘅，883都係啊，因為883我覺得今年都個，因為佢而家係第一樣嘢啦，佢而家佢大家都知道佢做上游啦，賣油掘油啦，咁啊就。佢係對得到嗰個而家個油價的升幅啦。咁今年你見到巴菲特啦，都不斷咁加石油股啦。其實石油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同埋中海油嚟講咧，其實佢係幾落後於佢個估值嘅。第一樣嘢佢就冇咗美資啦。咁冇咗個美資咧，大家都知而家因為呢只比較大啦，同埋啲多散户買嘅。咁散户好難係真係一個 strong hold 嘅，通常有少少波動都會走嘅。所以你見到有陣時就883個股價比較波動啦。但你見到佢其實你再拉長少睇咧，其實佢一個係好穩定上升嘅，同埋講真嗰句，咁我覺得。佢都幾次嘅，即係個市大跌嗰陣時候，其實你都見得到市場嘅資金咧都願意拍入去嘅中海油，因為佢幾簡單嘅。第一樣嘢，佢今年派緊14厘息，嗱雖然大家可能會講佢有特別息啦，咁啊，如果你嚟緊咧，因為佢就講到明啦，嚟緊個三年啦，佢最少會派7毫子股息，同埋派息比率不低於40%。咁我哋就係以第一季嚟講啦。上年佢差唔多賺700億即係700億人仔嘅利潤啦，已經係歷史最高啦，即係大家已經覺得係歷史最高。點知今次第一季咧已經賺成400幾億，即係第一季已經賺咗成上年嘅60%。
咁大家都見得到個油價幾誇張。咁而家個油價都係講緊九十，即係佢平均油價都係講緊97蚊啫。咁而家全部啲油價全部講緊110幾喎。咁、我就算當第二季，咁點計都好啦。而家已經係我而家同你傾偈已經5月6日啦。咁都過咗一個零月啦，我覺得點都第二季都維持到上一季個，我唔好話多啦，即係雖然而家個價格對比上一季仲係升咗成10% 啦，個平均油價，但係唔好話多啦，我淨係保守啲嚟講維持到啦，上一季已經賺1蚊，今季如果又係賺1蚊，我哋個 EPS 已經半年已經有2蚊喎，你最如果你計翻佢最少派息比率40%嘅話，已經派8毫子喎，8毫子嘅股息，你而家除翻半年已經講緊派，可能派。如果之後有埋除息啊，除埋一個1.8毫咧，咁佢個股息，咁佢個股價正常揀翻去到9.8毫，咁如果你咁樣計嘅話，你已經差唔多成又半年又派多9厘俾你咯。咁、如果下半年再維持到，今年係講緊18厘息嘅咯，已經係。我覺得係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好多數你有得計嘅。你就算冇咁誇張啦，即係可能下半年油價回翻啦，咁你點？你今年嚟講，其實你對比上年都係增長得幾犀利嘅。所以我覺得同埋而家油價咧，我覺得係一個幾結構性，幾難短線去下跌嘅。你 even 你話拜登咁啦，佢之前有釋放咗1.8億桶嘅儲備油啦，佢尋日已經再講啦，原來我放完儲備油嗰下諗住打壓下個市場，原來發覺放完之後發覺原來我係唔夠油嘅喎，我而家又要買翻6000萬桶啦，原來我係唔夠油嘅喎。咁即係你話呢一啲，你話點樣解決咧？同埋俄烏個戰爭呢樣嘢，大家都見短線都好難解決啦。同埋點解我覺得係一個短線個油價好難跌咧？你見到在美金咁強的情況之下 ，suppose 個油價攀美金啊嘛，咁你喺咁強情況之下，個油都可以堅持到咁多咧，我覺得同佢呢幾年嘅投資期有關。因為你知道投資一個油井咧，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咧，起碼要7到8年回報，7到8年先係一個，即係你預期8年之後嘅油價升咧，你先至會有一個投資。點解咧？你去揾個油咧，可能要半年嘅。咁你掘油嘅話，可能要即係掘油再去整埋出油咧，可能要差唔多兩到即係可能2到3年啦，即係起埋嚿嘢啦。咁你投資入去，你要講回報噶嘛，你有個回本期噶嘛。咁你初頭一開始嘅投資期你係蝕噶嘛，你加埋個回報期，你可能真係要拉到去平衡咧，要5到6年。咁你仲要賺錢噶嘛？咁你又加多幾年落去，咁你可能即係8到10年一個投資期。咁而家係咁嘅環境之下，大家都講緊未來都用電車啦，邊個肯願意呢個時候去掘啲新油井啦？咁所以你話短線1-2年咧，個油井你見今次就算油價升咧，美國轉井數咧其實冇大幅上升嘅，跟唔到個油價個 percentage 升嘅。咁就係大家都覺得以後個油價會跌翻啦。咁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你話短線個油價跌係好難。是的，咁呢個，但係油價就其中一個因素要留意啦。咁但係另一個因素就好似阿叔叔咁講，即係嗰個息率同埋嗰個盈利能力問題啦。嗱，咁樣講開咧，其實佢係即係上一次佢回完 A 之後，再公布翻佢會派翻個息啦。咁就會係喺下個月初就會除淨1.18呢一個特別股息噶啦。即係咧，我諗有啲人嘅一個策略就係咧，喂，會唔會真係喺佢除息之前咧，或者除淨之前咧，就衝入去搏噶嘛？呢度你有冇啲咩睇法咧？我覺得十講真嗱，1.18啦，我哋怎麼篤而家個數咧？1.18除翻11.02，差唔多接近11厘股息喎。咁喺咁嘅環境，11厘就問你吸唔吸引咯？我就覺得吸引啦。可能有啲人因為人人十一厘有你有幾好有11厘嘅，即係人人。但係呢樣嘢我都要即係我都要笠翻個頭盔。人人嘅投資唔同咁，有啲人攞個20厘先叫股息噶嘛，有啲人會咁講噶嘛。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2厘。其實我係諗住個 green bond 2.5厘我都覺得好吸引嘅。係啦，我啱啱正想講啦，即係有啲即係等於之前咧，即係你講起呢樣嘢，我都想講下。即係等於我之前咧有一隻股票，你3號仔咧煤氣跌咗落嚟。是啊、我不是跌了先講，其實之前他一路講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即係我有時做啲嘉賓啦，咁好多人都會問，喂，叔叔啊，攞煤氣收息好唔好啊？咁嗰陣時其實我唔係好明白一樣嘢，我話嗱，你個目的係咩啊？我問佢，你係收息定係諗住股息即係賺埋個價？佢會答我，我就係收息嘅。咁我嗰陣時我就唔明白，喂，如果你淨係收息，咁你最驚你係今年派，出年唔派啫。咁如果你揾到同樣都係派息紀律。紀錄比較良好嘅股份，喂，譬如八號仔咁啊，甚至乎你話長江基建都好啊。其實香港好多啲股份咧，你要派6厘去到8厘，唔係好難嘅喎。咁點解嗰陣時當時3厘你覺得收得過咧？其實呢樣嘢我唔係好明嘅，所以就我自己派，譬如你啱啱講起中海油咧，譬如11厘，我都好吸引嘅。我只會睇，如果我以收息角度嚟講，我淨係睇個息啫嘛。
邊個派到高息？喂，冇理由同樣兩隻都係幾穩定派息，一個派三厘，一個派八厘，你覺得一個三厘好啲啩？嗱，呢樣嘢當然有人會咁覺得嘅，但係我自己睇唔明個邏輯喺邊咯，所以我自己會傾向真係喂十一厘，我覺得吸引喎。唔係咁真，其實十一厘係真係相當吸引嘅。你喺邊度可以揾到十一厘嘅工具出嚟先？你唔好話即係講到廿厘咁遠啦，即係我諗八厘以上其實都唔係多啦，係嘛？系咯，所以但市场就好奇怪，或者大家口味有阵时候，所以我呢样嘢我唔可以话评论大家有啲乜嘢睇法，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好直线嘅。我就话股价，譬如揾一只股票，我就话最简单，一系你又揾想赚钱赚价，即系赚十蚊升到十一蚊嗰种嘅差别；一系你又赚息。如果你话想又赚价又赚息咧，我觉得比较难嘅，唔系冇，我觉得好难嘅，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所以我入市之前，我会谂咗个策略先：一系你要赚价，一系就赚息。咁如果我决定咗赚息咧，我就好直接嘅，只要佢嘅派息稳定，我揾最高息嗰扎。我唔会揾低息嘅。咁啊嗱，咁我又问翻你，即系另一个策略问题，即系你嗱，如果我哋真系以息有，即中海油就息有我啦，咁啊十一年息有我啦，咁可能我哋呢啲計，咁可能真係博佢除淨之前博佢收個一個一毫八嘅特別息啦，咁但係我哋喺除淨之後，咁啊真係要等下一次派息，咁其實係咪如果即我哋係諗住純粹用八八三嚟做收息嘅話，其實真係唔需要喺除，即我假設除咗淨之後，唔需要咁心急去買住呢？我因為我覺得借八八三點解我會覺得而家都幾適合再買呢，就是第一樣嘢，佢如果因為佢三年之後佢已經講到明佢點樣派息，同埋而家油價升緊嘛，同埋佢係低估，即係你有啲收息股咧係冇乜增長，即係反而咧嗱呢樣嘢油價係波動嘅，咁我唔知道，但係呢一刻以而家嘅油價嚟講咧，其實八八三係幾低估啊，佢低估嘅其中一個原因唔係因為公司嘅問題，因為佢俾人制裁。少咗一站美資，咁你當然啦，你對於短線嚟講，少咗一站美資嘅力量咧，係難升啲嘅，可能或者升得慢啲。但如果你係一個中長線投資，因為中長線同你短線操作咧係完全唔同嘅角度去睇法嘅。但如果你係個中長線操作，佢跌嘅佢平落嚟嘅原因，只不過係唔係佢公司本身原因，只不過係因為一啲外在因素，可能少咗人買啊而跌落嚟。但呢樣嘢唔影響價值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咧，反而如果真係有機會嘅，其實我會覺得幾吸引嘅，我會買嘅。好，咁即同埋你望嗰個收息角度，就唔係話純粹單單去睇佢今次嘅特別息咯，即可能佢就係未來嗰個派息策略，即 keep 住都會係一個非常之穩定嘅派息比率，俾到大家係睇中呢一樣咯。咁啊，呢個就係八八三啦。咁除咗八八三之外，有冇第二啲防守嘅股份係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咧？我覺得如果而家呢一刻比較難揾咯。哦，比較難揾，就真係可能去翻美股噶咯，即係例如你啱啱講嗰啲煙草公司，係煙草股，唔係因為有陣時咧，可能即係嗱，呢啲又係睇好多人嘅口味嘅，即係等於好多人睇財經節目咧，都希望個財經主持咧。或者是嘉賓啊，日日都講啲唔同嘅新嘢，佢覺得咁樣即係揾啲股票好刺激嘅，所以好多人都覺得我講啲嘢好悶啊，因為可能嗱，我嚟 invest talk 到而家咧，基本上我集集都係講只八八三。唔係，但係我覺得每次我都有啲唔同嘅得著嘅喎。唔係，但係嗱，另外一個角度啦，其實去到今日為止啦，去到呢一刻啦，之後唔知啦，其實佢係藍籌升幅第一位嘅，佢今年嚟講佢升咗 38%， 接近四成喎。你諗下個市。咁嘅環境之下咧，今年升超過三成嘅股票咧，得兩隻，一隻就中海外31%，一隻就八八三。如果你話今年升超過一成嘅股票咧，成個藍籌咧而家得六隻嘅啫。第三位係中銀香港升16%，已經爭咗一半嘅。即係今年藍籌升幅第三位咧，就中銀係講緊16%，就八八三係講緊38%。即係有陣時我會講啦，即係我自己入嚟投資市場咧，或者我自己買股票投資咧，其實我最簡單的目的係為咗賺錢啫嘛。即係我唔係為咗刺激噶嘛。咁如果你話要刺激嘅話，我覺得可能第二個嘉賓或者你可以每日都去揾一啲十大成交、廿大成交，即係廿大升幅嗰啲，我覺得會容易揾。或者每日就揾下跌幅榜咯。係啦係啦，你就唔需要係一啲基本面慢慢去，因為你譬如你啱啱你問我啦，仲有冇第二隻防守啦？我會覺得有陣時咧個市場係唔係多嘅，有陣時即係當個市況差嗰陣時候，你唔係好難，唔係好容易揾得到幾即係好多隻係。
逆市得嚟又比較有啲基本面啊，我覺得係難揾嘅。暫時目前我覺得難揾，都係當個市況好翻啲，或者即係譬如上海解封翻啊，或者到時有啲更加好嘅利好政策，咁到時會有多嘅。暫時目前嚟睇，我覺得如果你話防守嚟講，一係你揸翻啲現金啊，一係你又我覺得隻，如果你話揸股票，我覺得隻883都幾 OK 嘅。或者係揀一啲電信股咯。941嗰啲啊，有人問941。電信股，我個人覺得短線我其實係跌嘅，同埋我覺得短線有個急跌嘅機會。即三係內地嗰啲電信股定係電信股、電信商941嗰啲，我覺得短線有叫急跌嘅。其實941我覺得短線有個幾明即係純啲技術圖啊，或者啲資金流嚟睇，我覺得短線有個急跌嘅機會，即係941。咦，咁但係你睇，即係你啱啱講就話，即係都可以留意電信股，就等佢急跌完呢一輪之後，其實三大電信商你會點樣去部署同睇法？我覺得都係睇只941會，都係睇九四一，因為始終咧，我自己，因為呢個同我個人嘅策略都同嘅，除非個龍頭咧個估值係超咗好多，好明顯係貴好多，市場俾個 premium 俾個日價俾得太多啦。如果唔係咧，我傾向咧乜嘢都係揀龍頭嘅。因為你做得龍頭咧，通常你一定有佢嘅優勢喺度嘅，即係每一個公司，你 even 即係譬如941啦，你明顯見到佢嗰啲即係佢個資金流啊、就狀況啊，或者佢個 KM 咩啊？咁啊，繼續啊，啱啱個聲音可能有少少窒咗。係啦，佢個 KM base 嗰度啦，乜嘢嚟講咧，佢都優勝於另外兩個，即係等於好似之前咁啦，我哋上年熱炒嗰啲咩玻璃股咧，即係嗰啲咩，你好明顯到龍係啦，你咩好明顯到龍頭嗰幾隻咧，佢嘅第一佢嘅產量。又大，佢又先進，佢個即係佢可能嗰啲嗰啲咩原材料又平，即你做得龍頭，好似你話車股比亞迪咁啊，做得龍頭一定有個優勢，所以我傾向除非個龍頭嘅日價高，如果唔係，我覺得只中移動嘅日價唔高嘅，咁我所以我會傾向揀只941多啲嘅。咦，但係你啱啱睇到話，即係佢覺得有機會急跌啦。咁嗱，啱啱因為咁啱啊 ，Fion 孫都想問一下，即係究竟咩價位先可以考慮去買嘛？咁如果照你咁樣睇，邊啲位置係會更加吸引你咧？我覺得要睇兩個走勢嘅。如果你係短線嚟講咧，我覺得唔好睇只941，甚至乎短線操作去撥佢嘅。嗱，如果你係一個中長線投資，即係你嘅投資期係真係以收息為主咧，我覺得現價買得過嘅。現價已經可以買，因為佢嗰種跌咧，可能好短線，突然間跌到47、48，突然間又急升翻上去，可能喺三到一個星期之內完成嘅。咁你如果你有啲人係真係揸長線，我可能要翻工，未必會睇嘅話咧，咁同埋我有陣時都未必會在乎個波動嘅，因為你股市正常係有波動噶嘛。咁嘅話咧，我覺得現價值得入嘅，因為佢都挨近8厘息啦，同埋派息比率60%啦，佢嚟緊嘅3年佢都會提高到70%啦。你齋計派息比率嘅提升咧，你都有接近17% 嘅升幅啦。咁加上你其實見得到佢40幾蚊嘅 output， 其實呢一啲你話再跌嘅話，其實我覺得幾難嘅。咁就同埋 5G 嘅應用而家都多啦。但係點解短線我話有機會跌咧？除咗盤路之外咧，你見得到咧，其實國家佢想谷個 GDP 咧，其實基建入邊咧有一樣叫新基建，可能而家排大家少講啦。其實主席喺年頭有提過個數字經濟啦，譬如副總理劉鶴咧，上年其實有睇過一啲新基，即係提過一啲新基，咩所謂新基建 5G 嘅建設，同埋一啲叫做 data centre 啊，可能一啲雲計算啊嗰啲㗎。其實你見到工信部呢一排有話可能想谷翻個 GDP 啊，有叫話啲基礎電信商咧做一啲基礎建設咧，要想加快嘅。咁加快嘅情況之下咧，對於一啲譬如一啲下游嘅，譬如中興啊。788呢一啲係一啲有利嘅，但係對於一啲電信商嚟講，其實佢係一個開支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資本開支有機會加大，所以呢一個消息有機會加埋個財政，嚟緊五月底都會有個兩個三毫幾嘅財政啦。咁加上有啲盤路嘅話，我覺得有機會跌嘅呢只短線嚟講。阿 K Chan 都可能跟得你好足啊，佢話你曾經講過只941有機會跌到46蚊。係啊，我覺得就翻翻去係一個閃一閃咯。我覺得是閃一閃的，可能是閃崩，即可能閃跌，閃一閃再即刻就升翻上嚟啦。所以我就覺得就睇你會唔會貼市啦。如果你話你唔貼市嘅，我淨係純買完之後攞嚟收息咧，其實我覺得因為真係我自己好簡單嘅，其實我個邏輯係941派息係好穩定嘅，咁我又派到接近成8厘息，咁有咩唔好呢？如果你收息嘅話？總好過你收4厘嘅嘢，嗱煤氣而家跌咗落嚟有4厘啦，總好過你收4厘煤氣啩，即係3厘幾嘅煤氣，我覺得8厘真係吸引嘅喎。純以收息角度啊，
好，咁呢個就中移動啦。嗱，咁索索你飲啖水先啦。咁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都睇翻個大市咧，見到個跌勢都係大翻少少啦，去翻真係差唔多600點嘅水平。咁見到而家咧都係偏向全部都係下跌嘅股份為主嘅。咁但係咧有陣時我哋都有一啲嘅開户優惠咧，都可以俾翻大家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帶嚟咧就係一個微牛嘅開户優惠啊。咁我哋見到而家微牛咧，佢即係嗱，當然啦，而家呢個市況究竟係危定係機咧，就真係唔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趁機會入場，又或者坐緊艇嘅朋友想將個損失減到最低、利益最大嘅話咧，咁可能咧都有需要一啲交易平台幫幫大家。咁當然而家咧微牛咧就會有一個真靈勇嘅一個交易平台啦。咁佢咧亦都可以配合翻有50檔嘅行情啊，盤前盤後嘅交易咧，亦都可以幫大家嘅。嗱，而家嚟我哋開户咧就可以享有呢一個港股、美股靈勇嘅交易啦，入金20,000嘅話咧，亦都會有 Starbucks 嘅股份咧，就送翻俾大家。咁如果存入資金啊，或者資產嗰個金額夠多嘅話咧，亦都會額外再得到呢一個 Starbucks 同埋蘋果嘅股票嘅。當然就入得越多咧，就拎得嘅股票越多啦。咁啊，詳情可以睇翻我哋而家畫面上嗰個嘅優惠詳情，又或者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咁可以咧 scan 翻我哋而家呢一個嘅畫面上嘅 QR code 啦。咁啊，可以咧或者喺我哋而家直播連結嗰度咧，就有條 link 可以俾大家咧就 click 入去，咁啊可以咧就攞翻呢個優惠嘅。好啦，咁啊嗱，我哋揾翻出嚟先，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度睇緊我哋嘅直播啦。咁啊，見到有二姑婆喺度啦，早晨啦 ，K Chan 都喺度啦。我見到比比都喺度喎。Hello 啊，比比。Hello 比比。喂，好耐冇見比比喎。你有冇見過比比啊？傻傻呢排。冇啊，我都其實我都有冇機會同阿比比一齊做下節目咧？我都好耐都未試過同阿比比做節目。係喎，不如揾一次揾你同阿比比嗱，比比你聽唔聽到？阿傻傻，而家我哋要求啊，揾一次同你一齊做節目。嗱咁啊，系啦，同阿比比哥講個早晨啦。你未講開油股嘅，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幾好。阿 wing 咧就想問只857嘅，咁857就中石油啦。其實咧，三大石油石化股之中咧，咁當然你話283個息率都比較高啦。但其實857嗰個息率都唔太差嘅喎。如果真係嘅話，857入唔入得過咧？嗱，我覺得857或者386咧，其實係難嘅。因為點解咧？點解難呢？因為嗱八如果你以一個總公司嚟講咧，中海油公司咧，佢梗係有做上中下游啦。但係因為上市個883咧，佢淨係做上游業務嘅。咁但係只857或者只386嚟講咧，佢係一體化公司，即係佢有做上游、中游、下游。咁即係佢乜都做曬嘅。嗱，我哋純以下游嚟講咧，因為呢樣嘢唔同嘅，中海油佢係掘油，即係佢係掘個油出嚟，跟住賣出去，佢以市場價賣嘅。但係咧，當有啲下游公司佢收到個原油之後咧，佢係要經過煉油之後就變咗一桶桶嘅汽油咧。汽油之後即係我哋入油嗰啲嘢賣出街，但汽油喺國內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即係有個價喺度嘅。咁就你見得到咧，有陣時有機會你入嘅油係貴過你，即係可能你入翻嚟100蚊，你賣出去你煉完油之後你賣出去得個90幾蚊。嗱，下游業務有佢虧損。你其中咧，我哋簡單啲去睇咧，你可以睇只338，只上石化。系338咧，佢就系中石化下边嘅下游业务，佢就专做炼油同化工嘅。嗱，你净系睇佢第一个业绩啦，佢第一个纯利咧系有2.14亿人民币嘅，按年倒退系接近81%嘅。咁即系见到下游业务咧，其实受惠得几紧要，甚至乎有机会系高油价嘅情况之下咧，有机会系蚀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俾我拣咧，我会倾向拣咗上游先。除非你等個市比較好翻啲咧，即係我覺得再揀一啲，譬如857啊、386嘅一啲，386其實都幾 OK 嘅。咁但係而家你始終個市況差咧，我哋盡量將我哋嘅揀股範圍縮窄啲，即係揀一啲捱得過。我覺得呢段時間其實唔好諗進攻啦，呢段時間要捱嘅。咁捱嗰陣時，盡量揾啲強勢少少捱得過呢一段啦。即係你捱得過個陰天咧，即係廣告都有講啦。即係踢波先嚟落雨，你捱得過一個，即係你捱得過一個落雨天咧，你先有晴天噶嘛。你唔好喺一啲風大雨大嗰陣時俾人捲走咗喎，咁你又見唔到晴天噶咯。所以我覺得而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唔好搞咁多嘢啦。唉，係啊，你講開咧，嚟緊假期又落雨啦，唔知點解硬係嚟緊放假先會識落雨。係咯，而家咁好天，但係我做緊節目咯。唉，好慘。當我哋聽日放假嗰陣時就落雨啊嘛。咪講咗咯，嚟緊兩三日會有驟雨啊嘛。係咯，
啊，勁灰，超灰。哎，不過唔好唔緊要啦，哎，算啦，唔好唔緊要啦，學下傻傻話齋咁，總會雨過會天晴嘅。咁咪等天晴咯，啱啱先？係啦，所以嗱，我哋一路傾緊偈之中，你見到個市繼續跌落嚟，所以點解啱啱？所以點解啱啱我就話，如果你話要博 call 嘅話，我覺得即係點解啱啱我話唔好，就係因為你今日始終係一個防守市啊。你見到跌到600幾都唔係好彈咧，咁咁嘅市況咧，我哋盡量捱過佢，等個市好翻啲咧，我哋再進攻嘅。嗯啊。策略上嗱，咁當然啦，即係多謝阿渣仔一直支持我哋呢個升級論證啦，即係佢話其實佢自己都好耐冇炒呢個衍生工具，不過見到我哋呢一度咧就多咗個新嘅環節出嚟咧，咁啊佢都留意一下，佢話一段時間之後咧見到而家阿索索同埋炮姐個倉咧都係賺錢啦，咁樣證明咧即係大家嘅心水都好犀利。咁但係反而我想問咧就係咧，即係呢啲咁嘅市況或者而家我哋咁樣去望圖咧，有冇啲嘢係值得我哋而家係去 put 或者去沽佢嘅？嗱 ，put 嘅話咧，如果係我會揀第一樣嘢，我會揀啲比較弱勢少少板塊啦。我最中意就係科網股，係咯，最弱咯，暫時。科網股入邊有一隻最弱得嚟咧，我會講第一隻小米，係啦，一定係小米。因為小米咧，佢唔單止係弱，佢基本面有問題嘅。佢係其實我覺得嗱，第一樣嘢咧，我哋就講小米基本面啦，即係大家識啊小米嚟講咧，佢一定係一啲叫做性價比嘅。嗯、即你見得到小米啲產品咧，無論手機又好啊，或者啲家庭用品都好啊，你見到佢咧，佢對比同一款咧，佢靚得嚟咧，佢係平嘅，佢真係平嘅，同埋襟用，佢質地係 O K 嘅。咁性價比呢樣嘢咧，有好有唔好嘅。佢有個唔好嘅話咧，佢就成本控制得非常之好，但冇人估到嘛，俄烏問題之後，你見原材料價格係瘋狂上升嘅。咁你小米變咗一個問題，第一佢個佢贏你咧，唔好似我哋一個例子係講 Apple 咁啊。你見 Apple 嚟緊咧 ，iPhone 唔知14定15啦，即係嚟緊最新個 iPhone 啦，14啦，佢會加價嘅。咁你加價點解你會買？因為佢同人哋唔同啊嘛，佢獨特啊嘛，佢係有以品質優勝取勝啊嘛，佢係優質產品啊嘛。但小米以性價比咧，如果小米加價咧，咁咪變咗大家有好多選擇咯。咁小米如果為咗維持個性價比，佢就要自己食嗰個原材料價格升幅喎。嗯、如果自己食嗰個原材料價格升幅嘅話咧，咁佢個毛利又咪會跌咯。對於公司層面嚟講、嗯，其實兩樣嘢係兩難。咁第二樣嘢咧，小米其實佢而家佢就之前可能市好嗰陣時，佢就太過於想乜都發展啦、嗯。甚至乎你之前見到佢出嚟做車啦，你諗下，Tesla 已經做緊超級工廠啦，已經係出車嘅速度已經咁快啦。小米而家仲係探索緊車嘅，到你揾埋產業鏈，再起埋嚿車，再出埋嚿車，你小米要幾多年之後？嗯，咁成唔成功又一回事喎。同埋一樣嘢，造車呢個行業咧，唔係你話做就做喎。即係等於我之前講個笑話啦。如果我係比亞迪老細啊，如果雷軍可以喺一兩年做到架車出嚟，而係優質，即係有性價比咧。我真係會炒曬所有比亞迪的工程師、嗯、我養你廿年做乜嘢咧？喂，人哋乜都冇，人哋係一個零經驗嘅，佢突然一諗到造車，哦，原來喂造車好似幾好玩喎、哦！我兩年時間揾下啲供應鏈啊，玩下啲乜嘢，我就即刻推到架車出嚟，仲正過比亞迪。嗯、哇！咁我養你廿年，我比亞迪一年嘅研發投資唔低嘅、嗯，我養你班人養咗成20多年，我養嚟做乜嘢啊？我不如炒咗你，我俾錢雷軍幫我搞比亞迪好過啦。是不是即係 even Elon Musk 都係嘅 ，Elon Musk 喂，我請你班工程師嚟做乜嘢啊？你 Tesla 研究咁耐，又話咩即係乜嘢？喂，人哋你俾小米又得噶咯，你俾雷軍又得噶咯。呢樣嘢其實唔現實。你即係呢啲嘢，你我可能同你吹水咯嚟講，喂，我有啲乜嘢點做點做？你實際有即係有做過廠嘅朋友，或者係有喺工廠即係可能有接觸過即係呢啲生產嘅公司嘅朋友都知好複雜嘅。嗯、你依份人事關係都要處理啊！即係邊個員工嘅長處喺邊啊？佢研發能力喺邊啊？乜嘢好難管理嘅一個廠，唔係咁容易啊！我覺得小米做呢樣嘢同自殺係冇分別嘅，我極度唔睇好啊！佢係有啲即係踩，我覺得佢有啲踩過界咯，即係好地地你見到，但係你又見到個市咧，好似好多人憧憬電動車，佢就走去就係參一腳喺度落去，咁但係開支又大。我哋就講一樣嘢啦，蘋果 Apple 舊個啱啱，因為啲人講起 Apple， 突然間就可以講啦。Apple Car 個 department 都暫緩咗啦。啊，係啊，係啊，換咗人，係啊，係啊。係咯，你諗下 Apple 喎，研究咁多年，佢都未出到架車喎。你雷軍唔係憑你把口就去出把架車喎呢樣嘢。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對於佢嚟講係好差。如果你話科技股入邊 put 咧，我覺得只小米幾值得 put 嘅。佢係你其實咁樣講到佢有咩前景咧？或者佢嘅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喺邊咧？冇，即係我覺得呢啲係一啲長 put 嘅一啲股份嚟。啱，我覺得都啱啊！即本身我哋睇小米，即係除咗佢嗰個手機嗰個平價，諗住可以搶到個市佔之外咧，其實另外睇就係佢喺印度啲市場做得好嘛，即係諗住佢可以喺某啲地方發圍。咁但係其實我哋聽到近期小米喺印度嘅新聞都唔係一啲好嘅新聞啦，即係反而係一啲負面嘅新聞多於即係好嘅新聞。即佢好似感覺上係咩咧？佢連唯一一個好似有競爭力少少嘅地方都搞唔掂。我覺得係㗎，有陣時都同埋有陣時啲平價市場咧，中國咧，你留意啊，中國市場最唔驚係咩咧？最驚係你有技術啫，你冇技術嗰啲以平取勝嗰啲咧，係好快㗎啦，遍地開花㗎啦！你見嗰啲好多啲咩榮耀嗰啲追緊上嚟好多㗎啦，其實即係中國佢最驚你唔鬥平嘅啫，鬥平嘅啫，我哋中國傳統嚟啊嘛。啱嘅，原本就搶人市佔，而家咪俾人搶翻轉頭咯。咁所以就即係我諗佢有機會反彈就 put， 反彈就 put， 反彈就 put。我真係嘅，我覺得隻小米真係反彈就 put。好。阿 Winterwood 咧都講咗個好得意嘅 comment， 佢就話咧，即係而家佢其實我未見過。佢話小米有個吸塵嘅機械人，即係有部吸塵機械人。佢話如果將嗰個機械人咧放大1:25啦，即係放大25倍嘅話咧，咪部自動導航車咯，咁易就好咯。如果真係嘅話，係啊，其實有陣時咧，即係市場咧係個照妖鏡嚟嘅，即係等於成日巴菲特成日話攞榮攞榮嘅，其實股票都一樣嘅。當你個市好嗰時候，大家一聽佢做車梗係正啦。但係市當個市一冷靜落嚟，或者市一差，大家就會要放大鏡諗，喂，唔係好似諗下，喂，唔係你講話得就得嘅喎，即係好多嘢開始佢哋會諗咯。所以我覺得就呢樣嘢就大家要小心啲。誒，同埋我覺得佢就係咧，佢雷軍始終佢都係個心態就係人做佢咪做咯嗰一陣。誒，不過算啦，我哋唔好講佢啦。嗱，幫阿 Coco 先，2628中人壽嘅，佢就話自己喺16蚊有10000股，哇，都幾多喎，都幾多操作喎，10000股喎，而家跌到11.幾啫喎。我覺得就中國人壽咧，就另一個角度睇啦。如果你係真係16蚊咧，你冇走到嘅，咁即係你過咗一啲最靚嘅指示位嘅。我覺得依個位咧，你可以揸住。呢、這個位置其實是一些中國人壽一啲幾長期的支持位。嗱，點解咁講咧？第一樣嘢，佢而家息率有7厘啦。咁我諗你即係捱住先。咁佢派息，起碼你都幫補下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個股票我哋好中意睇嘅內涵值啦。雖然佢個新業務價值咧係一路倒退緊啦，但始終佢個內涵值去到呢個位咧，佢都得0.40-0.3左右咧。嗱，呢一啲基本上係 price in 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啦。因為冇辦法啊。你譬如你過咗一啲最佳指示位咧。你冇走到，但呢個位咧，即我就唔建議溝貨啦。但係呢個位其實係一個中長線 support 位嚟嘅，係一個幾底嘅位。呢個位其實我覺得幾難穿嘅，即係10蚊去到11蚊呢個位咧，我覺得係幾難穿嘅，即係幾難係正式跌穿去嘅。咁我覺得呢個位你已經叫去到一個底部守埋佢咯。不過但係唔覺得佢升得起咯，係嘛？升就未必升得起，但呢個位置我覺得是不會穿，即是我不要說不會穿，我覺得難穿的，所以除非你發生一些很極大的事件，如果不是中國人壽這些位置，其實它的無論估值又好，那些風險釋放，什麼都全部釋放了。講開啲金融類股份咧，我想問埋索索你對5號仔嘅睇法。嗱，琴晚就英國加息咗啦，咁但係因為美金嘅強勢，個磅又跌咗落嚟啦，咁所以咧英國嘅加息咧就似乎對匯控咧今日嚟講就完全冇幫助，今日連個50蚊都穿埋噶啦。匯控你有冇啲咩最新嘅睇法喺度？嗱，匯控嘅話，如果你話新聞嚟講咧，就係話嗰、那個叫做平保諗住拆佢啦，如果真係拆到嘅話，我覺得匯控先有幫助啦，因為你知啦，匯控都係靠香港人賺錢，係。咁啊，同埋靠匯豐保險啦，如果你拆到匯豐保險出嚟都 OK。但如果你話齋匯豐嚟講咧，其實佢個股本回報率咧，其實都6.幾，其實呢啲都叫低嘅。你睇隔離，即係呢個世界你冇對比又唔得噶啦。你一睇對比渣打。做好多喎，即係挨近10嘅喎，同埋個資本充足比率揸大係13-14，佢又可以加快嗰個回購啦。即係你如果你問我匯豐嘅話，我通常匯豐咧，我會揀兩樣嘢嘅。如果係同類即係差唔多咁大隻嘅市值咧，如果你係以匯豐你要收息嚟講，我會揀中移動。即係同樣嘅話，如果你話睇你買匯豐目的係咩？如果你收息，如果你話匯豐我想要個增長，譬如加息周期銀行股受惠增長，我會揀你友邦。保險股同時都受惠增長，
你譬如友邦的話，你條數靚好多，同埋你個回購都100億美金啦，都起碼有誠意好多啦。同埋你見得到佢中國市場，即係如果你話又要大灣區又要中國市場，其實友邦喺中國嘅市場嘅增長都大嘅。即我會覺得匯豐呢個位咧，我會覺得係兩邊不是人嗰種感覺。係啦，好似三國志嗰陣時個楊修講咁嘅雞肋，咁啊，即我覺得呢個位你又。即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咯。我覺得呢個位其實我又覺得冇乜好特別嘅。但係如果我話，如果你諗深一層嘅話，睇下你自己獨立思考，諗一諗你個目的係咩？譬如話我想收息嘅，咁點解唔揀只中移動收息呢？如果你話我要譬如受惠環球加息嘅，受惠於中國增長嘅，大灣區增長又好啊，財富管理又好，咁點解唔睇下只友邦呢？嗯，甚至乎如果你話我要環球性嘅銀行股嚟講咧，我唔中意美國嗰啲啊。點解唔睇一隻渣打呢？甚至乎你話要香港嘅話咧，你點解唔睇一隻中銀呢？嗯，其實好多你對比之下咧，市場好容易揾到你想要嘅嘢而優勝得過匯豐嘅。即我唔係話匯豐呢個位唔得，但呢個位其實我覺得佢係上上落落嗰一種啦。即佢唔係話好貴，佢個估值當然唔貴，但係如果我哋投資啊，因為我哋投資的目的係諗住賺錢啊嘛。嗯，咁我哋賺錢嘅話，我哋會互相對比。我覺得股票有陣時候你成日都互相對比。對比一下，對比一下，你就會揾到一隻更加好嘅選擇咯。所以我就覺得就我自己會傾向咁睇收息，你咪揀中移動咯。如果你話要增長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友邦嘅增長都幾犀利。環球即係同業嘅話，即係渣打唔錯，淨係炒香港咧。只中銀唔錯。嗯，好啊。Julia 咧就代替咗我想問阿索索呢個問題啦。友邦咩價位買好？但即係我覺得友邦佢反而而家面對嘅因素就係因為始終佢係指數成分股嘛，即係佢指數跌，其實佢都無可奈何要跟跌啦。咁我哋會唔會就係扭轉個態度去諗，就係即係我等個市好翻啲先去睺只友邦會比較好啲？友邦我不嬲都非常非常之睇好，但係大家知道我如果熟悉我嘅人都知道我目標價係其實65蚊。65蚊買，我覺得合理嘅。嗯，咁你友邦而家都唔係友邦點解？點解咁講合理呢？即係友邦嘅話，而家呢個位置買咧係一個，我覺得係偏平少少嘅位置，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哋投資嘅初心為咗賺錢啊嘛。即係友邦有機會買咗呢個位咧，佢有機會唔喐嘅。如果你上升嘅幅度唔係話好大，因為佢嘅內涵，當你嘅內涵值跌穿 1.5 嗰陣時候，如果你喺65蚊嗰啲靚位置買得到只友邦咧。第一，你向下跌的幅度很小，你只要去翻啲平均數，即係咩為之平均數？75蚊，75蚊，我覺得是一些正常位嚟嘅，或者正常偏平少少。因為你如果你買得抵咧，佢好有機會彈得，只要個市稍微氣氛冇咁差咧，佢都有機會彈得翻75蚊呢啲位置，即係維持到呢個位啦。咁我哋中間咪有水位，所以我覺得是要等嘅。呢只係一個幾優質港股為數不多的優質股份其中一隻嚟嘅，我覺得只友邦是等咯，等咯，65蚊咯。好嗱，咁我哋最後幫埋白狼啦，我哋啲時間過咗，但我就答埋白狼，佢係想問只2269藥明生物，其實已經好少人問嘅啦，只藥明而家，佢係想問下點樣睇，阿索索點樣睇只藥明？藥明咧，我就覺得唔會死嘅，因為佢始終簡單啲嚟講，即係佢話你幫啲歐美公司試藥嘅啫，但係始終藥股我都係咁講啦，藥股我傾向買 ETF 嘅啦，因為真係唔熟啦。你好似你話之前大家都好熱炒只和和醫藥啦，佢嗰陣時都講到係非常之好啦，你點知佢臨床原來三期係過唔到咯？嗯，即係呢啲你見佢一過唔到即刻急跌啊！但係藥明唔會嘅，佢做 CRO 嗰啲嘅，但係我覺得問題就係第一樣嘢，佢個估值仲係高嘅。咁我覺得而家嘅市況咁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冇乜理由再去睇只藥明嘅。如果你真的要看咧，我都係傾向嗰句啦。散户嚟講咧，你買 ETF 好啲，因為藥呢樣嘢真係對於我哋係遙即係離得好遠嘅嘢嚟嘅。我覺得我哋散户冇具備任何能力。嗱，藥明叫相對我哋容易理解嘅，你幫人哋研發嘅啫，即係外包公司啊，相對理解。但係至於佢入邊仲有啲乜嘢咧，我覺得散户一般好難理解嘅。即係佢個前景係點咧？我覺得很難看的，不如藥股，我覺得一是你買 ETF， 一是避開它。我自己選擇就是買 ETF 的，甚至個股藥股全部避開曬嘅，因為不識看。嗯，好，咁啊呢個都相當之清晰嘅策略啦。咁但係如果就話長壽啲咩 ETF， 或者我哋下次揾一個即係相關 ETF 嘅嘉賓上嚟咧，就同大家詳細拆解有啲咩醫藥嘅 ETF 可以值得留意。咁咧跟住之後咧，我見到啊有位朋友就話啊 OIC 173話你好勤力嘅，平時禮拜五都會做節目。哇，你真係心水好清，索索係平時禮拜五係唔會做節目㗎。咁但係今日咧就即係好好咧就幫我哋做咗呢一節嘅節目，即係非常之心水清。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索索今日俾咗一個即係策略我哋，即係始終。
終咧個大市咧，好似我今日個標題講咧，就變幻莫測。其實即係散户點樣去應對咧？我覺得今日索索都俾咗一個幾明確嘅方向，大家就係即係至起碼你要分到自己有啲咩嘅組合喺裏邊，可以既係進攻又係防守，咁可以就係能夠喺唔同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即係。喂，即係咩？散户最後好似索索話齋，其實都係想賺錢啫嘛，啱唔啱先？咁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係咯。好啦，咁我哋今日港股開市talk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有我哋呢個港股開市talk節目。咁啊，留意翻我哋喺 weekend 啦，呢個優先留言區，咁可以優先留低你嘅問題啦，我哋就會優先解答嘅。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 Jason， 拜拜大家，拜拜。Bye bye。You.